一刀斩。坏起来了，坏起来了。怎么了？钟二斌又犯了。你好意思说我？走吧，我们去别处看看。你吃兴奋剂了吗？啊，怎么跑那么快？快停下，我让裁判给你做尿检。你这个女魔头怎么越来越恐怖了呀？可恶呀，这座地下宫殿究竟是何人所为？如此之多的怪物刷怪楼，不像是天然生成的。如果如我所料，这个地方肯定也有怪物。姐姐，你省点口水不好吗？我都看到怪了。看吧，我神算子小月还是有点实力的。小月，你先顶住，我去恢复一下饥饿值就来帮你。哎呀，你又卖我！你不是国服第一神算吗？区区几只僵尸，难不倒你。不许欺负小月！我左砍一刀，我右砍一刀，我再来一刀！哇，小月你！哎呦，你砍我干嘛？哎呀，我这不是看你被群殴了吗？心急如焚呐！哎呀，要不算了算了，要倒一起倒。小月，你在家等我，我马上就来陪你。嗯，怎么还有一条钻石裤衩？钻石个鬼了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总比没有裤子穿好。哎呦，我说你这小白到底会不会射箭？我站在这里5分钟了，一点事儿没有。还是去找几个更强劲的敌人吧。小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这不是阿阳吗？才回来啦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醒过来？我不是放了床在地牢吗？是不是健忘症啊？自己亲手敲掉的床没印象的吗？不是。是吧？又回到这梦开始的地方了。我不管，我要离开这片沙漠。哎，这个传送门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之前不是被我给敲碎了吗？怎么还扭起来了？嗯，为什么我穿过这扇传送门以后，装备就全掉地上了？笨蛋，没看到我之前用武器碰了你一下吗？这就是尔虞我诈的附魔术效果。小谢就算了，这还能直接把我的护甲给爆掉。那对末影龙有效吗？你还想剥了人家末影龙皮吗？还有这个扭来扭去的黑色物体，好恶心啊！哎，你还没告诉我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这是个秘密啦，等你长大一点我再告诉你。我还不够大？我是说你实力不够。总感觉你有一些事情在瞒着我，不想告诉我一样。怎么会呢？我那么天真可爱。我背包里突然多了一本奇怪的本子。本子？就是我手里这个，好像是一本任务书。Quest book 任务书，旅程的开始是什么意思啊？手持工作台，这意思是让我做一个手持工作台出来，就会奖励我16根火把。对，后面还有一本叫做万物之始的书，或许就是让我们完成这上面的所有事情，就会告诉我们想要的答案啦。天哪，还要我去穆斯森林以及天境，这怎么？你不想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吗？唉，我想想啊，今晚上你让我一个人静静，感觉这一切太奇怪了。我去休息了，明天再说。上钩了。